点慢点，慢点。你懂什么呀你？你蹦过地吗你？这才是艺术呢。行了，这会儿你来什么劲啊？刚才师傅在这时候你不喊，你这会儿你又来劲是吧？不是烧饼，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这个它不是相声啊？这观众都乐成什么样了？不是，这跟观众乐没关系。我是说平时师傅要求咱们好好说相声，好好说，咱演这什么？就演这个精神小伙，就演这个。你台上刚才不也挺美的吗？不是，这不是你让我这么来我才这么来的吗？要搁我平时我还不乐意呢。不是，相声不能一味的传统，不得创新吗？你现在甩这片的话，早你干嘛去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意思是什么呢？相声不能拘形式，俩人站台你穿什么管他干嘛呀？不是，还好好说乐呀。行了，你呀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师傅平时说那些话吧。你要再这样我都不跟你玩了。小四，哎，完了，咱俩完了。不落平阳你不赔，东山再起你是谁？师娘他们都欺负我。烧饼，倒霉孩子不学好，一天到晚给我惹事儿。我真是我师娘。你能不能好好弄活呀，给我省点心好吗？